哇，好 surprise 啊！個報告話我嘅身體健康指數仲 keep 到30歲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唐思穎。早幾年咧，可以話係我嘅搏殺期。我試過一連拍5套劇，通告接通告，最誇張係連續4日我都冇瞓過覺。但係早排咧，我就開始覺得身體 跌曬鍋咁樣，變得好易攰啦，好冇精神。我 feel 到成個人嘅狀態咧。 系冇以前咁好嘅，我一直都对自己好有要求，好着紧自己嘅身体。草基系我一直信赖嘅保健品牌，所以我拣咗草基 NMN， 由内到外咁样帮 DNA 细胞注入能量，帮我个身体 keep 住最 fit 最健康嘅状态。真正嘅医学级抗衰老保健品，初初食咗草基 NMN 1个星期，我明显感觉到身体咧有好大嘅变化。 首先系睡眠嘅質素，我以前系一个啊好容易扎醒啦，又瞓得好差啦，又瞓得好少，直头咧好似瞓醒，好似冇瞓过咁样，转数又慢。但我而家咧竟然可以一觉瞓到天光啊！有时候咧得4-5个钟头瞓，我直头觉得成个人好似叉咗电咁样，好有精神，好有活力，真系好开心啊！另一个明显嘅改善咧就系免疫力啦。以前转天气咧，我耐唔耐都会头痛啊、作病，但食咗草基 NMN。 而家我好耐冇睇过医生啦，连感冒头痛都冇，好自豪原来身体系可以咁健康嘅。我记得之前咧，我拍医生角色嗰阵咧，有好多嗰啲专业名词咧，我要背，又好难记。食咗一排 NMN， 好 surprise 啊！我个记忆力同集中力咧都提高咗好多，个脑啊仲醒咗添，好似咧翻返去以前读书时期咁，记嘢好易入脑。坦白讲，我呢个岁数，年龄嘅嘢 I don't care 啦。 真系嘅抗衰老同健康先至系我最着紧嘅嘢，有健康先至可以继续做我自己想做嘅嘢。有一件事咧，我真系好开心想同大家 share 嘅，就系我啱啱做完 body check， 报告话我个身体健康指数 keep 到30岁啊！仲有我发现咗我个皮肤光泽咗啦，毛孔又细咗，我真系好满意，多谢草基 NMN。 我唐思穎推介草基 NMN 加埋灵芝精华，真正有细胞抗衰老，身体充满 energy， 成个人好似插足电咁啊！万宁草基门市同仙都摩就有得买啦，仲快啲去买！